了好多粉丝姐姐说让你给我买小马宝莲卡片。我知道，已经买了。在哪儿？去游戏上看吧，自己。你快来看，姐姐，你看妈妈买了三盒小马宝莲卡片。妈妈，你也太豪横了吧！这次咱们必须拆除黑贝啊。OK。妈妈，我忘问你了，什么时候发货呀？已经发货了。妈妈，再帮我看看到哪了？刚发货。什么时候到？几天呀？最少得两三天吧。彤彤彤彤，快起床了，上学了。妈，已经过了一天了，小马宝莉卡片到哪了？两天，快上学吧，光想着小马宝莉卡片。妈，我的卡片什么时候到呀？明天就到啦。妈妈，小马宝莉卡片是不是今天到呀？我洗澡呢。是不是呀？是。满怀期待的打开，结果我的小马宝莉卡片什么时候到呀？